wake up and I pinch myself. You're with me, not someone else. And I'm scared, yeah, I'm still scared. That is all a dream. 小琪他从半年以来就开始准备这个周岁派对。好，那今天这样子算是很圆满啦。好，那大家也都能够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然后也能够过来，是很感动这样子。谢谢大家能够来参加这个派对这样子。谢谢大家。谢谢。Never love someone like I do. 那今天就是很谢谢在场的亲朋好友来参加我们心灵之夜，就是心灵的周岁派对。那因为现场的布置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刚刚有点忙乱，忙了很久，还没办法跟大家好好的打招呼。但是我相信呢，就是有缘，我们就会相聚在一起嘛。那如果可以相聚的很久很久的话呢，代表的就是有爱啦，所以我爱你啦。所以就是很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今晚玩得开心，吃得开心，谢谢大家。生日快乐！先把，两个人一起录。